观众朋友，现在我们是在天津体育馆向您现场直播第4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团体冠军决赛的最后一盘。这是中国队对瑞典队，是由瑞典的佩尔森对中国的王涛。在前四盘的比赛里边，双方是打成2-2平。第一盘是瑞典瓦尔德内尔2-1胜了王涛，第二盘是马文格以2-1胜了瑞典的佩尔森，第三盘是中国的丁松以2-0胜了瑞典的卡尔松，第四盘是瓦尔德内尔以2-1胜了马文格。下面就是决胜盘了，是瑞典的佩尔森对中国的王涛，胜负就看一局了。这是蔡振华。我们看到这个今天虽然这个结果呢还没有出来，但是看到这两个队都发挥出了很好的水平。特别是中国男子乒乓球队，他们从整体实力来讲呢，应该说瑞典队更强一点，因为他已经是连续3次蝉联了世界冠军，并且那时候是世界名将，像瓦尔德内尔、像佩尔森、像卡尔松，这都是世界级的选手。中国队呢是抱着这个学习呀、也当然是抱着拼搏的精神来参加这场比赛，在整个比赛里边，那么表现出了还是很好的水平和顽强的斗志。下面我们向大家介绍第一盘的比赛。这是中国的王涛对瑞典的佩尔森。现在王涛以2-0领先。王涛以2-0领先。现在王涛发球，王涛发球以后先削了一板，佩尔森把这球打中了，先2-1。这两个选手说来也巧，王涛呢在第一盘是输给瓦尔德内尔，佩尔森呢在第二盘是输给马文格，都是1-2。那么就看这一盘到底怎么样，他们的胜负将决定谁能够获得第4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苏伊士林杯。现在王涛在发球3-1，王涛反拍在打对方斜线的时候，这球出去3-2，3-2。现在会发球，瑞典佩尔森发球2-3。王涛在接发球拨对方的斜线，正手再拉起弧圈，哎，这球滚网以后，然后落在球台上颠了2下，3-0。所以有时候这个球啊，这激烈的比赛，球飞来飞去很好看，有时这瞬间呢，这轻轻一点，那么也是把比分变了。王涛在回球时候，这球没有过，4-3。这时候我们看到佩尔森还是抢拉弧圈球吧，现在佩尔森发球4-3，佩尔森发球抢攻5-3，佩尔森发球5-3，现在佩尔森发球5-3，王涛反手在拨对方，在拨中路的时候这球出界了，现在6-3。这场比赛当然是比技术比战术，它更多的是比心理了，因为这时候恐怕两个队员呢都有同样的一个心理的压力，因为他们的胜负将决定谁能够为自己的队夺得冠军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首先心里要平静，心里要平静，而且呢这是关键场了，那球呢也是关键球了，局也是关键球了。抢过一板好球，王涛抢过一板，这球打中，现在5-6。现在5-6，现在王涛发球5-6。抢攻，再打第二板，好球，6-0。大家看到他攻球的速度确实比较快，特别是王涛的反手，他出球一般的比人都快。现在王涛发球6-6平，哎呦，好球。佩尔森身材高大，往前一个跨步，然后这球就已经到了这个进网的位置，接着一板，现在是7-6。现在王涛发球6-7。现在王涛发球6-7，佩尔森再提拉起来，你看他的反手再挡，7-0。一般的这个比赛的时候都是给对方反手，但是王涛呢，因为他反手好，所以他也不怕。现在7-7平，8-9得分，8-7。现在8-7，现在换发球7-8，现在是瑞典的佩尔森发球，现在7-8。现在7-8，现在佩尔森发球。发球以后再抢拉弧圈球，球没有过，7-9。现在是7-9。现在7-9，现在佩尔森发球7-9。球擦网。现在佩尔森发球，王涛，哎呦，接发球抢攻，这球打得中了，我的力量大。
现在7-10，这不容易啊，因为对方发球的旋转变化自己得判断清楚才能打这板。7-10，正手再来一板，7-11，7-11。所以大家知道，在这个激烈的比赛里面，首先心理稳定以后，还得发挥主动上手。谁能够主动上手，谁就能够控制场面。现在7-11，现在派尔森发球，也抢攻一板，发球抢攻。现在是8-11。8-11，现在我们看到这次这个世界乒乓球锦标赛，这欧洲强队啊，他们的前三板的技术也在不断的提高。现在8-11，8-11，抢攻一板，好球！8-12，8-12，这主要王涛的过渡啊，不错，过渡不错。大家看，这是慢动作，利用他的反扳，反扳可以控制落点。大家看，一左一右，侧身了，这就是战术。先用反拍的过渡，现在是12-8，王涛的回球球没有过，现在是12-9，现在王涛发球，再抢攻，球，13-9，王涛在这局比赛里面的抢攻的意识比较强，而且成功率也比较高，13-9，现在王涛发球。对方反手再撩，球不进，14-9，14-9。现在王涛14-9领先。这球现实像蔡振华所讲的，需要一板一板的打。王涛在回球时，这球出界了，现在是14-10。现在王涛是领先4分，还是由王涛发球？14-10。观众朋友，这是决胜盘的第一局。反拍再打，球没有过，现在14-11，现在换发球11-14，现在换发球，现在是瑞典队的佩尔森发球11-14。这两个队员的特点我们过去都向大家介绍过，强攻，球攻完以后出界，12-14，12-14，王涛准备接发球抢攻，但是球是转的，现在先反拍撩一下，好，落点12-15。这王涛的反拍啊，确实有点绝活。现在是12-15，现在派尔森发球12-15，先搓一板，12-16，12-16。所以在乒乓球的比赛里面，落点的变化非常重要。现在是12-16，现在是王涛领先4分，现在要派尔森发球12-16。现在王涛是领先5分，现在派尔森发球12-17，12-17。王涛正手抢攻一板，又得一分，12-18。现在换发球18-12。现在王涛发球18-12，18-12。王涛发球得分19-12。王涛正手撩一下，这球出界了，现在19-13，19-13，现在王涛领先6分，这时候王涛是要稳定一点了，因为领先6分了，这时候还要发球。王涛反拍在挡上，球出界了，现在是19-14，19-14，19-14。现在是20-14，王涛眼看这局就能拿下来了，王涛在发球，这时候抢攻一板，第二板，好球，20-14，王涛胜了第一局。这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看台上这个摇动的五星红旗，这个观众们也拿着这个花束啊，在给运动员们加油。全场可以说是掌声雷动。观众朋友，在第5盘的比赛里面，王涛以21-14那么胜了第一局，下面将要进行第二局的比赛。这个是关键盘的关键局了。
我们希望运动员在比赛里面都打出好的成绩，因为一个共同的目的是要增进友谊的团结，同时来促进世界乒乓球运动发展。现在我们向大家介绍第五盘第二局，现在的局数是1-0。现在是佩尔森发球0-1。王涛现在用落点的变化0-2。王涛在开局打得比较稳，在这时候确实啊需要稳定自己的情绪。现在0-2，现在佩尔森发球，王涛接把要抢，0-3，现在0-3。所以大家看到，在第二局的开局啊，这王涛有一个很好的优点，就是心情比较平静，这个是对了，别慌别忙。现在是0-3，现在1-3，王涛往球台一指，可这球打在自己球台边上了。在尽管是世界比赛，每球必争啊，每球都非常重要，但是运动员在这个激烈比赛里仍然要表现出良好的风格，这个是使我们观众非常高兴。现在1-3，现在又攻了一板2-3。不光是中国运动员这样，在这世界锦标赛里面，我们看到有一个关键的球啊，这法国的盖廷也是这样。盖廷在从瓦尔德内尔在进行比赛的时候，也是一个擦边，自己主动告诉裁判这球擦边。现在2-4，现在王涛发球4-2领先。现在4-2，王涛发球4-2领先。王涛再攻一板，现在5-2。5-2，现在王涛领先3分。王涛再攻一板，球出界，现在5-3。王涛再攻一板，这球出界了，现在5-4。现在5-4，观众朋友，现在我们向大家介绍，这是男子团体冠军决赛的第五盘，第五盘的第二局，第一局王涛以21-14获胜。现在王涛5-4领先，这球擦网，这球擦网，现在王涛发球，5-4，王涛反手一打，这球得分，6-4。现在6-4，现在换发球4-6，现在是瑞典队的佩尔森发球。观众朋友，现在我们在天津体育馆向您现场直播第4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团体的冠军决赛，中国队对瑞典队，这是第五盘，也就是决胜盘的比赛。现在是佩尔森发球4-6，好球，王涛接发球抢攻，4-7，4-7，现在王涛是领先3分，现在瑞典队佩尔森发球，好球，发球抢攻。我们向大家介绍，瑞典乒乓球队它技术比较全面，特别是它弧圈结合快攻啊，这个确实是代表当今的世界的潮流，它的反拍打得好，另外技术比较全面。现在是5-7，再有一点，他主动上手，这种进攻的意识比较强。发球再抢攻，现在是6-7，现在6-7，佩尔森连续得了2分，现在6-7，现在6-7，正手拉一板弧圈，这球攻完以后出界，现在6-8，现在6-8，现在佩尔森发球，现在王涛在这局比赛里面领先2分。6-9，现在换发球9-6，王涛领先3分。王涛在这段时间的比赛里面主要打得比较稳健，比较稳健，并不慌，并不忙。确实，他记住这个教练员的蔡振华所讲的，这个东西没有侥幸，必须要一板一板的打，一板一板的打。所以被对方像这种世界强的打上几板，那是理所当然的。现在9-6，王涛发球得分10-6。10-6，现在王涛发球。幸运了，攻完以后落在球台上，11-6。裁判眼睛非常锐利，看到这个汗水已经滴在球台上，所以这时候马上要擦一擦球台上的汗水。观众朋友，今天在天津体育馆可以说是掌声如潮，这个小小的银球在这个球台上是飞来飞去，确实牵动着万人的心。现在是11-6，王涛再攻一板，这球出界了。王涛在抢了一板打飞了，抢了一板打飞了，现在是11-8，现在是11-8，现在是11-8，
现在王涛发球是1-8，王涛在这局比赛里面现在领先3分。佩尔森攻击篮球，攻网出界，12-8，现在万华球8-2。现在由佩尔森发球，王涛在这局比赛里面领先4分，这个局面还是非常有利的，因为他在第一局的比赛里面21-14获胜。观众朋友，我们在这里看球，甭说打球了，看球啊都已经是汗水淋淋了。这个确实在看台上已经看到很多这个观众都穿着浅色的衣服了，外装都已经脱掉，都是衬衣了。现在8-12，现在佩尔森发球，连续攻击，现在是8-13。观众朋友，佩尔森的这个相持能力也是很强的，现在8-13，现在佩尔森发球8-13，佩尔森抢过一板，好球！佩尔森这种抢攻的能力强，大家看，现在是9-13，现在瑞典队佩尔森发球9-13，发一个进网，又抢攻一板10-13，虽然他比分落后，但是他这种啊这个发球抢攻的能力，敢于运用，现在10-13，现在是10-13。10-14，现在是佩尔森发球，这时王涛是领先4分，10-14，现在佩尔森发球，发球抢攻出界，10-15，现在王涛得到发球权，现在比数是15-10。现在王涛发球15-10，现在王涛发球，王涛在不停的在颠的这个球啊，现在是15-10，发球得分16-10，这王涛颠了2下，好像有点魔力，实际上这个没关系，这个是对方可能心理上在看的，不知道他这球发生什么样，16-10，王涛再来一个17-10，17-10。现在是17-10，现在王涛发球17-10，王涛现在发一个旋转球，18-10，18-10，王涛现在领先，现在王涛领先八分，这是看台上整个都是欢声笑语啊，又抢过一板。19-10，我们看到现在中国队啊打得很顺，一步一步的向这个夺得斯威斯林杯在迈进。现在是19-10，现在王涛发球，王涛现在发个旋转球，抢攻一板，再攻，擦边，20-10，这时候已经胜利在望了，20-10，全场的观众热烈的鼓掌。20-10，如果再得一分，那么就结束全场的比赛了。20-10，但是不到21分呢，不算完。现在是佩尔森发球，10-20。王涛在回球的时候球没有过，现在11-20，现在是11-20。现在佩尔森发球11-20，王涛先削了一下，好球！这时候佩尔森也是打直线，12-20。这时王涛有意识的把节奏降下来，这稍微稳定一下。现在是佩尔森发球12-20，观众朋友，现在12-20，现在是佩尔森发球，王涛先搓了一板，佩尔森连续打2板，王涛回球球没有过，13-20，13-20，现在是佩尔森发球13-20。现在佩尔森发球，王涛这球擦网，现在13-20，佩尔森发球抢过一板，王涛回来了，再打一板，21-13，王涛
中国男子乒乓球队在今天的比赛里边以3-2战胜了瑞典，男子乒乓球队第11次获得斯韦斯林杯。全场的观众响起热烈的掌声，向中国男子乒乓球队表示热烈的祝贺。